大家好，我是张碧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想去的地方是波士顿，因为我曾经在录节目的时候去过一次，我很喜欢那个地方的节奏，然后路上最多的就是领着小朋友的家长和遛狗的老人，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宜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之余去好好的休息一下放松一下的好地方。